水建项目是从2018年开始做的，当时是辽宁舰投入使用，然后我们在进行清雪工作的时候就突发奇想，然后想利用我们这个东三省最大的操场，然后为大家为全国同学展现一个不一样的画面。到了今年，我们具有095战略核潜艇，山东舰，还有一个7103救生艇，还有一个是万米载人深潜器，是奋斗者号。我们从最初的方案设计到整个项目的完成，花了4天时间。从设计也是4个人，然后关键点的确定以及外龙骨线的确定是10余人。然后最后清雪工作是700人左右。